要见面了。准备好了。四位正在紧张地核对刚才小龙的表现。我们来看一下每五六个音的那个音块，可以吗？对，因为看一下每一个音，对。他声音非常高哎。王小龙的挑战结果是，5243赫兹，对应的音高是18，打破了原纪录，荣获男性最高音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，祝贺王小龙！祝贺！